来了，哎呦，还可以哦。个体是不会选的，就是男六，我这个子线才1.0。哇，还没出水，有点力了，有点力了。哇、哦，不小哎！我的天，这螺丝青啊！啊？什么？至少得20斤。哇、哦，不小不小不小！我说这个窝子里怎么会没有鱼？我1.5的主线，1.0的子线，这怎么搞？不小不小，这个鱼我跟你说，至少20斤。我刚刚在水面上看了一下身子，很大。你看这个水样，我的天！这个窝子现在也被它盖掉了。包头，包头，包头，尾巴是白色的。啊。剪刀尾，应该是个白鳞，不好说。让它自己溜自己，我看看真的有没有机会把它弄上来。可以的。这个要脱了也没办法，这个或者切线也没办法，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哦。刀 hold住！刀啊，刀太快！哎呀，脱了，绝对不下20斤。哎，我怎么？
考虑到这个鱼不怎么吃，我就用这个鲜饵啊，鲜饵试试，想钓钓扁鱼，结果草鱼还吃鲜饵。看一下这里鱼，一二三，稳住稳住，哎呀，漂桶掉下去。漂桶要什么漂桶啊？不要漂桶了。还有把刀子也在里面。刀子。哦、你这是有暗器啊？哎呀，终于。曾经有啊。差不多个六七斤这样子。什么感觉？哎呀，你看，一个正口呢，就那么一点点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！不好意思，别动啊，别这么激动。我说给大家看一下正口，钩子刚好挂住。哎，脱掉了。哎，下鱼护去。哎，不错，太辛苦了。哎，没想到钓扁鱼。嗯，没想到来个草鱼。意外惊喜，意外之喜啊。Ich hab die ganze Welt gesehen, von Singapur bis Aberdeen。塑料袋接口。哎呦！哇，神奇！这还能钓个几？还可以啊，三两，二两吧。哎呦，二两。夏天钓到鲫鱼是难得的啊、哦。钓底的吗？还是钓浮的？终于来了，哎，不错，还来个收竿鱼是吧？走得云开见月明啊！还可以啊，对啊，一斤有的吧？照船长的说法是今天必须冲油了。走。今天钓鱼有什么心得？哎，今天钓的有点无奈。本来呢是想早上起个大早啊，钓个早口，因为在现在这个季节的话，就是一个是早上好钓，一个傍晚好钓。但是咱们来的这个时候呢，刚好是赶上一阵大雨，偏偏这阵雨呢，它下的还不够透彻，它可能连续下个一上午下来的话，下午可能鱼就好钓了啊。所以呢，现在傍晚刚刚我钓了一会儿呢，就是连了两个那个扁鱼。那么中午呢，那个草鱼是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，三点多钟的时候钓的，水温高的时候三点钟钟钓的，所以咱们在做钓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可以选择性的出钓，一个就是选择这个鱼口好的时候出钓，啊，另外呢，像今天最主要是线组还是配的小了一点啊，前面那一条跑的有点可惜，我看的那个鱼身应该是不下20斤，
应该是个包头啊，不差的事情。哎，就这样吧，今天就这样吧。